好，疫情警戒三级哦，希望民众减少外出。那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也宣布了要封闭八通关月岭线东段的瓦拉米步道。那么玉管处也公告是禁止进入。疫情警戒第三级，希望民众减少外出。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宣布封闭八通关月岭线东段的瓦拉米步道，玉管处也公告禁入，呼吁游客务必遵守防疫的措施，正确的佩戴口罩，加强的手部清洁，并且维持室外一公尺的社交距离，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共同来为防疫把关。只要有游客进来，我们都会帮他们量体温，帮他们消毒哈。只要这个有高温的，我们会劝他就暂时不要进来，也劝你所有的游客哈。那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的游客哈也都知道了，都比较少进来，但是还是有零星的会进来，所以我要呼吁我们朋友这个喜欢我们竹青村南安游玩的那这个时候麻烦暂时这个不要进来哈。依照国家公园区域因应 COVID-19 疫情警戒全国提升至第三级的游憩人流出入管制措施，南安管理站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六大队以及花莲县警察玉里分局员警将在登山口南安游客中心加强宣导防疫的注意事项。记者高双双、卓西香采访报道。